梨花都是一边的了，没有点到，那想差点。也是没有，也是没有点到，打开眼睛，打开起来。爸爸呢？爸爸呢？爸爸呢？啊，点了。没有。有有有。没有没有，在眼皮上面。我看到有镜啊。有吗？我没有看到哦。啊，这个就有。啊，那你快起身先啦。他这个会流下去的，我觉得不滴，我觉得不滴也无所谓的。你是医生还是人家是医生？他都没有发炎。发炎太迟了。滴眼药水才，有发炎才滴眼药水，还是血管在里面破？不是啦。啊，谢谢啦，哥哥谢谢啦。我们去打瞌睡。爸爸呢？爸爸呢？